高雄市政府农业局为了让民众防疫期间在家还是可以吃到产地蔬果鲜味，与高雄地区及凤山区农会合作，由营养师搭配新鲜蔬果，推出599元12样与699元15样两款减好蔬果箱，配合 LINE 热点高雄好家在，结合计程车业者20公里免运费，每周三、周六配送。减好蔬果箱，它的意思就是说由市场的人员直接到批发市场帮你捡客呵呵传本本，直接将新鲜的蔬果送到你家。这个方案跟别人比较不同的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它是最新鲜的，因为它是现场由批发的人员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集货，然后在当天就会直接送到你家，它是跟你去市场买的一样新鲜。第二部分它是最划算的，因为它是配合高雄好家在的一个小黄配送的一个计划，20公里的运费直接由市府帮你买单。第三个部分它是最实在的，因为坊间的蔬菜箱它里面都包含了运费，那我们的这个方案，消费者的599跟699的一个方案，它是直接买在蔬果的部分，所以它是最实在而且最新鲜的。高雄好家在使用方式很简单，是结合大家最常用的 LINE 通讯软体，民众只要打开后点选右下角的钱包，点选 LINE 热点，就可以搜寻到高雄好家在专区，进入后搜寻高雄地区农会或凤山区农会，就可以买到超优质的捡好蔬果箱。更多捡好蔬果箱资讯，请上高雄市政府 LINE 查询。以上新闻由郭怡珍整理报道。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正声广播电台。